们先来帮大家分配一下。大神功，这个我们是要交给我来到一个刀，他叫卡加布列刀，这是昆达的，然后这里面还有那个哨子，哨子，哇，跟曹大哥借的。哦，这里好，我叫你的哦。对，嗨。这是我的，欸，不要离我那么近，好大声，好大声，好，耳朵会敏感。对，然后他们跳得不错，可以给他们一点掌声。所以这是用来掌声的，对。然后这是用来讲话的，讲话的，就是教他们。这是用来吹滴滴的，对，吹滴滴。请问我有几只手跟几个嘴？你要加油，嘴巴，没错，三只手。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一只神圣的打蛋器。交给荣萱姐姐，谢谢你是我们的甜点主厨，甜点主厨，哇，好，100道超人气食谱，这个是我们中餐主厨，中餐主厨帽，交给。交给人气表，谢谢康哥，康哥。麻烦你了，这帽子戴得下。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。我也是。我先试。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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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大哦。哎，你们准备的什么？哎呀，我瞧一下，我瞧一下，瞧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你先放上去再粘好了。放在粘是。那应该把里面立起来吧？不用那么紧吧？这样可以吗？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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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喜欢，真的，哎，面包上里面有个角色是有戴这个主厨帽的，对对对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头熊，好可爱哦。所以你要准备所有小朋友吃的，哎，这是给小朋友吃，而且它都很健康哦，它都是健康的食谱。是谁去买的？我们去买的，我们去准备的。下次买薄一点，太大份。没问题，我们都可以沟通。OK， 不错哎。对。抱歉抱歉，那个大熊哥哥拿错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还有另外一个，来小朋友的绑头发交给你了。加油加油，我们一起给哥哥鼓励一下，爱的鼓励，加油，来，嘿，千回师。那你知道，这就互相帮忙，沟通，安全。鼓励！生理来了，熊孩子，现在就按赞订阅，并加上小铃铛，一刻都不要错过哦。